优美的故事，一代翻过一代，艺术文化在咱的心肝内，博物馆的精神要传去全世界，英国的名字掌握在咱的手内。He is taking the workshop. Yeah. 您贵姓？我贵姓啊？你贵姓？我姓卓。卓。卓。That is hard for me to say. 卓。So you call him 卓先生？卓先生。先生。先生。卓大哥。As in for an elderly.Addressing the elderly in a more intimate way. Because 大哥 means the bigger brother. You're calling him like you have some sort of connection with him. Yeah. Which one? 大哥? Yeah. 大哥. 大哥. So you can call Brian. Brian 大哥.If he's older. Just out of respect.就是他是大卫莫里斯嘛，然后来自于就是美国，然后是目前在陶博馆就是驻村。那他现在因为是跟就是现在这一期就是有三个艺术家嘛，一个是克里斯黑德利，然后一个是春田彩。那他现在就是刚快满三个月的驻村期间，然后他觉得接下来呢，我们的冬季呢就是还是会有另外三批艺术家进来，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来参观，就是英歌陶瓷博物馆，然后这边未来就是会有很多就是活动。优美的故事，一代翻过一代，
艺术文化在咱的心肝内，博物馆的精神要传去全世界，英国的名字掌握在咱的手内。